这好难搞啊。我们不是武器，我们是人类。风大了，发条已经没大了，这波船。OK， 我也空大了，跟你们走吧。现在该空的都空了。哎，这是给他 Q 到了，我烂了。坏了，我烂了，兄弟。真烂了，这他妈一级被他们打昏了，这是。我的建议别卡，反抗不是徒劳，而是人性，放手一搏吧。这样他这种相当于有点阅兵线打了呀，让他们抬不起头。 W 下八十一点血挺可观的。我已经让你的恶人陷入绝境。怎么对 A 被 A 成这样子啊？他这么猛吗？对 A没 W 的，等下一个 W 的。来了，看他们打野来下分去的。那就有点小危险了，也不能压过河道了。他保不齐这边开个传送门。信息会让他们自由的。来了。野爹没来。野爹去哪了？野爹。是通向自己。新热保险已解除。哎，不去了。去吗？哎，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野爹也没看我，那我看他也没必要了。我们是人类。
拒绝服从，你就仍然算是人类。我有点虚啊，他这个巴德会开又开个门怎么办？主播，啊，没补装备。OK， 回家。我的梦想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自由。MVP 活动 ，MVP 挑战活动，17号到19号。今天还是16号啊，今天还没有。他们许给我们无尽的可能性，他们在撒谎。这怎么办？疯狂给压力啊！对面，你看还在。还好我技高一筹，我操！只能说真的还好技高一筹吧，不然就有点小烂掉了。谁叫伞了？好像有人叫到伞了。啊！能不能弄他一下？我操！怎么他妈这么多人？好多的人，饿虎扑食。行，不用了，哥，我掉伞了，不用饿虎。啊，传上去，我以为两个人，结果他们蹦出来三个兄弟，人都傻了。主播打对抗赛，主播打个屁，打个嘚对抗赛。主播要能打那个对抗赛，主播现在都他妈找大红大紫了，啊、嗯！而且打那个对抗赛没，这真打不了。哎呀，你换个角度想，你平时又不是没有跟他们对过线，对吧？快！我他妈谁他妈杀我辅助啊？什么情况呢？怎么？哎呦！巴德怎么自己开了门不进去、啊？我操，烂掉了，这好难搞啊！我们不是武器，我们是人类。轰炸了，大条已经没大了，这波船。只要你拒绝。OK， 我也轰炸了。跟你们走吧，现在该空的都空了。
啊？快来弄他，弄他！这波什么情况？这波三打三，现在我操，有点痛。他伤害挺高的，其实我不可能直接 R 他吧，他那个有盾的，也不是有盾，有 E 的，直接 R 基本伤害不到。妈老子按反了，进去我操，好痛啊。哎，别追了，哥几个有那么好追不？真别追了，求求你们，我才交闪现。无人机已部署，新的伤痕他想偷我大招了。守不住这个嘛，掉了一个高地，加上掉了一个高地，一个门牙。回呀，哥！你不回怎么办呢？下路高地也掉了。只守他，求求你！啊，剑坤，两个人守剑坤不丢人啊，剑帝的英雄，真不丢人啊，两个人守一个剑帝。来剑，疾跑直接开 ，OK， 没事，我他妈摁追他，哎，好啦，我操，发条立，发条哥立功了，直接。真立功，立的天功发条，我的妈震惊了。
哎呦，还好。卧槽，这个大招伤害好高啊！